Bratilo. Shaman King, spit of shamans! Okay. Okay. 看一下, 马上夜, 王的道路, 一对一对战, 风铃王根本是我们那年代的鬼灭之刃。 说得对啦, 鬼灭之王根本就是那个时代的死神。噔噔噔！啊，不必多说了，第一站打木刀之龙。 小山田的超灵体是什么？211阿弥陀丸。哇，这个血量比木刀之龙还低哦。看一下有什么按钮。这哈多肯打到死。 呀！哈哈哈哈哈！阿秀，气功学练。哎，毕竟他也没有，对面也没有出那个嘛，他的蛇都还没养出来。 这一款还有那个 RPG 的要素吧，能力值要慢慢提升的。存档这么久，啊？那怎么存档这么久？卡住了，让他跑一下。 卡烂，直接卡烂。大凯会不会玩这个？啥？你看我这一款。哎，他是不是卡死了？马仓夜。嗯，马仓夜。这看起来像20年前的游戏啊。应该是没有到那么久了。 这好像要光碟拿起来洗一洗嘞，哈，是这样子吗？哦，特别。哎，看来是没救了，先放着吧，先放着，准备来去追群了。